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野果，叫金樱子，农村的朋友可能吃过，就是这种，全身带刺，然后那里也有，有好多，有的还没熟，有的熟了。这里还有这种刺果，毛刺果，啊，这里，这里好多，啊，红，很红了，我们拿一个尝一下。它这种果子身上会长了很多这种小毛，所以叫它毛刺果。哎，但这种东西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的。嗯，很甜。还有这种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来粘那个同学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现在我们来拿这个金樱子。这上面很多刺，哎，上面长了很多刺，哎，就是。我们就拿这几个好了，吃太多了不好拿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刺把它去掉。只要这样打转了，它刺就自己就掉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洗一下。我们现在开始吃了。我们把这个籽去掉，这个味道有点甜，甜里面带着一点点酸。